练习的纸来，你们拿练习的纸开始听，一号选手怎么讲，二号选手怎么讲，你们开始记录，你们可以打下分，到时候是你们来评判 ，OK， 就是颁发三个奖杯，颁发三个证书 ，OK， 哪什么哪随便讲吗？说评判，评判那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证书？没分，你自己定，没分，不是分数问题，你自己看。你看他优点缺点，你不看啊？那说分的标准化了，你明白吗？肯定一条弦儿能看准，绝对让你百分之百心服口服。我再教你们，到现在就是透过演讲比赛，才告诉你们学什么，该看到什么。好，开始，掌声有请第一位有奖老师，开始。题目是我销售我快乐。在我成长过程中间，有这么三件事让我感受比较深切。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到银川去作为一个陌路过客吧，在银川一个美容美发的一个化妆品公司做这个直销。影响我最深的一个呢，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一个突破吧，也就是说是一个跨越式的一个情节。那么当时呢，是我这个经理呢，他给我怎么说呢？他说是你要如果能突破自己，能给自己一种很大的这种动力，无时不刻保持一种快乐向上的激情的话，你可能以后后半生可能要是一个比较闭塞的一个人，不会跟别人进行沟通，不会跟别人进行交流。那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学会了我自己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跟别人进行交流，还有沟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呢，我就说是我一直还不能理解，我到底是怎么样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定义，就是销售，行销这一块。我那会儿理解的就是说是我老是看着电视，我感觉到就是说是有特别大的车子，有特别大的房子，有特别特别大的办公室，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很大的桌子坐在后面，完了以后出门的时候呢呼风唤雨，进门的时候呢是猩红的地毯，两面夹道相迎，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感受到我即将要进入那一种成功的喜悦。那么呢，当我做了直销以后，做了化妆品以后，我才知道艰辛和苦难。可以说是我在我的走访记录，因为我包括了我的走访记录，我知道我那会儿不会说话，我的走访记录可以说是别人要求一天是五张，我一天最少也是十张，因为我不会说话，一进门就让人家给轰出来了。而且那些都是一些不具素质的一些个体户，就是说确实是一个人一个理发师去搞的那一种的小店里面，或者是一个小洗头妹啊，或者是有两个一两个小的洗头妹，完了以后呢他们进行美容理发，这就是在银川当时那个环境下，我确实不能接受是这样一种销售，是这样一种成长过程。但是呢，那个经理姓那，叫纳海涛，完了他给我的一个承诺呢，他就说是你必须要突破自己，是什么样一种结果呢？就是说是你必须眼睛对着眼睛，从心里面就是说是进行交流，你怎么说，你是以发自内心的一个诚恳的特度去进行交流，而不是说是你很闪烁的，好像就我因为我原先一直跟别人说话就不敢说，就一直这么我是来做化妆品的，我是来给您送这个材料呢，您看您要不要？我不能，确实，因为我感觉到我确实不能达到一种效果，就是说是我好像我感觉到我的产品特别差，我感觉到我确实不能说话，越紧张，就像刘老师说的，我也确实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哦，原来我做了几次这个模拟试验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这个缺点，在这个纳经理的这个帮助下呢，我慢慢突破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我是以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去思想的呢？他就说是你是这样去思想，你是拿这个产品来
给客户带来挣钱的利益。因为这个产品就说是包括这个浇水水，一瓶浇水水要喷给200个或者是100个这个客户的时候，那不是8块钱的这个数字，它将带给你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这一个法油法胶摩丝，或者是一瓶那个焗油膏，营养焗油膏，您带给客户，您坐我这儿来8块钱或者是15块钱，刚开始的应该是一个冰河泥吧，我记得很清楚，就这么大一个罐子，完了以后是红色的。你带给别人的是，就您从我这儿拿来的时候是18块钱或者是20块钱，您买给客户25块钱，让他在您这儿聚一次，那带来的这个效果就不一样，而且能给他一种专业的指导。那会儿呢，就说是一个最简单的指导的一个说服的过程。这样的慢慢，我感觉到我是去帮助你赚钱的，而不是说是买我这个产品的。慢慢的，我从这个心理里面突破自己了，我感觉到哎，可以。有好多老板原先都不理解我，不支持我，把我轰出去了。在我无数次的这种磨练，无数次的模仿，无数次的这种模拟失恋以后呢，我感觉到我提升了。我当我第二次进门的时候，他是乙，又是给我倒水，又是给我递让我坐，说您坐吧，小伙子，您又来了，还挺辛苦的吧。当我感觉到，就是说我有一次夏天的时候，我进到一个店里面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噔噔跑出去抱了一个箱子，来小伙子，我们一块吃个西瓜。这时候我感觉到，确实得到了认可，是一种责任，因为我确实是让他这个店里面从刚开始没有多少人，完了以后我感觉到，就是我传播文化的过程中间，传播我自己成长过程中间，无形中间跟他一种沟通，达到了他这个店的这个效益的内容，创造了一些内容。这是我感触最深的。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也感谢我的一个那老师，可能他今天也不在，我去了几次灵山，我想感恩，我想说是你教会我怎样突破我自己，不敢对生人说话，包括对一些漂亮女孩子，还有就是说是跟一些陌生人进行交流，不能打成一片，不能提高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是我感觉到一点。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说是我在兰州公司接触了一个就在我公司这本身这个岗位吧，我接触到了咱们泽达公司。应该感恩的是，我原先的都是自己特别喜欢，因为我整个在学校时间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我每次去书店就买2本书，最少买2本书，完了以后自己回来看，那么一直找不到一个就是说提升自己的机会。但是呢，在上一次就是1月22日的时候呢，经过咱们刘老师这一个就是团队凝聚力的这一个打造的这个培训，是我真正能感觉到世上还有这种学习方式，还有这么轻松活泼的接触的学习方式。因为我原先听的一些课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它都是一些文档式的，以电子表格的，或者是一种投影仪啊，或者是一种其他方式的接触。但是呢，是我很轻松的投入进去，又能学到好多东西，又能遇到一种互动式的学习，这也是我更感恩的。也谢谢泽达公司的这个副总和刘总，谢谢。这一段时间有请第二号讲师。尊敬的刘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在下马红云，来自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就职于河北卓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就职于河北卓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今天这个3天的报警，是一个共同的目标，让我们相聚在兰州。3天的学习即将结束了，在3天当中，让我认识了这么多良师益友。3天来，感谢各位同学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在此向你们深深的表示谢意。
谢谢你们。谢谢，有点激动，因为从外地赶来的。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和在座的各位息息相关，也许也已经没有引起您的重视，也许也已经这个还没有引起重视，那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慢。慢使我改变了人生，慢使我提高了生活品质，从过去的生存层面到现在的生活层面。慢使我的职位得以提升，从过去的一般员工到今天的销售副总。是慢使我增强了信心，增加了勇气。是慢使我成为销售第一人。至今在我公司还流传着一个求助的故事，请问在座的相位想不想听？想。那是在1997年的5月25号，我在朋友的训练下，只身从河北省的最北部承德围场来到了省会石家庄。由于到石家庄以后，东西南北都找不到哪，那种彷徨，那种不安。但是出来，那是又是我新的选择，是我新的创业，真的要卖一回自己。在朋友的带领下，就到了人才市场。由于我过去97年，我学习法律，取得了律师资格，当时就已在现在的卓达集团招聘的领导，在我3次跟他洽谈的同时，最后他同意我到公司面试。经过面试，老板同意我试岗销售。就这样，我又有了新的工作机会，我非常珍惜。但是困难接踵而来，我是外地来的，到石家庄以后，东西南北都找不到，客户在哪里，房子怎么卖。但是我没有打退堂鼓，我是虚心向老业务员请教，借了一本电话号码本，匆匆翻阅，赶紧把能够买房子的单位，我确信我可以去拜访他，抄了厚厚的一本。接下来就是一个个打电话，至少当时打了1000通电话。丑姑娘不能踏进公婆，想卖房子还必须要走出去。这样我又走出家门，走出公司，怎么办？到哪里去找这些单位？我只有买了一张市地图，照着地图再找了原来我想筛选的单位，一步一步地找，一家一家的问。当时我穿的是一条长裤，蓝色，不大的功夫腿上就印满了汗点印，你们可以想到当时我的那种心情，那种失落。这种汗点不仅影响公司的形象，也影响我个人的形象。哪一位客户看到我这种形象，他会接待我？无奈，没有办法，我只有将我一条厚厚的秋裤套在里面。试想，当时石家庄的气温正值40度，最高的时候就达到了42度，38度是常有的事情。你们可以感觉到，当时我穿着长裤，套着秋裤，在40度的天气里还要行走，还要去找客户说话，你们能体验到那种感觉吗？就这样，在一次的业务会当中，
我给老板汇报，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天太热，实在受不了，我就把我的情况，我还穿着长裤套着秋裤呢，他们还以为我有关节炎。当我把事情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包括总裁在内，无不热泪盈眶。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的努力下，三个月，9月21号，我就成交了，卖到了第一单单位购买房子，达到了成交额1097万。就这样，到公司去的新员工没有认识我，就先知道球裤的故事。球裤的故事就这样从此流传下来。在我做业务员的时候，累计4年成交达到了1.6亿人民币，至今还保持着我个人销售业绩第一名。不管是销还是售，一切都是卖。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这一生你都离不开卖。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需要卖自己，人人都无时无刻地不断卖自己。姑娘喜欢撒娇，是把她的美丽、爱的信息传卖给小伙子，从而获得小伙子的爱和认同。小孩撒娇，小孩撒欢，是把爱卖给母亲和父亲，从而吸引母亲的关爱和照顾。试想，在座的各位同事，你哪个单位里边最得到您的器重，最得到您的提拔，最终就是最懂得卖的那位，你说是还是不是？市场、商场，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有疲软的思想，没有疲软的市场。卖而优则仕，你能卖，你就是公司优秀的员工；你能卖，你就是公司最受老板器重，也最受老板爱戴的员工。你能卖，你就自然会得到提拔。你说是还是不是？好，时间到。有请第3号主讲嘉宾。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一句话，就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那么大家相不相信有仙有龙呢？可能如果要在正常情况下，大家呢都不太相信。但是如果大家如果到了那种特殊的情境之下，到了某一个特殊的这个风景之地，比如说像这个西藏神山，当你到了那样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啊，似乎真有神灵存在。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新疆美丽的喀纳斯。那么可能提起喀纳斯，很多朋友呢不一定很熟悉，但是我要一说喀纳斯湖怪，可能很多朋友哦，好像都有点印象，好像有一些杂志、有一些报刊、有一些电视上在介绍，说是有一个很神奇的湖，里头好像有湖怪，这个在湖边饮水的马呀、牛啊、枕头的都会被吃掉。哇，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新疆的喀纳斯。那么新疆的喀纳斯呢，位于中国地图最北边，就是鸡屁股的屁股尖上，哎，阿尔金山的尽头，这样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原始自然风景非常的美。那么目前是世界级的景点。那么据去过的人讲啊，喀纳斯的这个高山湖泊景色超过了瑞士的高山湖泊风光，因为它原始了。
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些美丽的传说，哎，和一些这个美好的分享的吸引之下，那么呢我也很向往这个地方。那么呢去年六月，那么呢我正好呢有机会，那么呢就去游览美丽的喀纳斯。这地方到底有多美丽呢？我在路上一直就在想，当车越来越接近美丽的喀纳斯的时候，我感觉到心情非常的舒畅。因为虽然还没有到喀纳斯湖，但是沿路已经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哎，感觉啊，那个风景就特别的好。我在新疆呢是从小长大的，但是当我真正的到了喀纳斯的那块区域以后啊，我才突然从心灵里头震撼式的感觉到新疆是个好地方。那么呢，当车呢开到喀纳斯湖，我们下车，然后开始往山上走。那么走到第一个景点叫月亮湾，它在这个下面，哎，有一湾清清碧碧的水，就像一湾明月悬在那里，所以取名月亮湾。然后再往上走一段，有一个叫卧龙湾，卧龙湾啊特别绝。它的在这个湖水中啊，有一个浅滩，那个浅滩的形状啊，就像一条龙在水里游，所以叫卧龙湾。所以当你看到那个卧龙湾的时候，你冥冥中就隐隐感觉到啊，真有龙的存在，真有龙的存在。那么呢，当我们继续上行，终于呢来到了美丽的喀纳斯湖，我就感觉啊，在山顶上突然一片开阔，哇，清清碧碧的水，一望望不到边。然后呢，我们就坐游艇，在坐游艇的地方啊，就看到很多人啊，在拉着面包啊、馒头啊，在往水里喂。我看到很多小鱼啊，都在那吃馒头，一会儿就把一块馒头吃光了。我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坐完游艇，游览完喀纳斯湖以后呢，回来我居然发现还有漂流，探险漂流啊！我们就穿上那个蛙人的衣服，是吧？然后呢，就开始参加他那个探险漂流，从山上开始往下漂。哇，那个太刺激了！不断的啊，就是有那种惊险，哇，那个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特别刺激，大家坐在那个皮划艇上，特别的兴奋。然后呢，就感觉啊，自己的完全已经跟大自然融在了一起。然后呢，飘，眼看快结束的时候啊，哎呀，当时我看着眼看快结束啊，实在就有些不过瘾，就感觉恨不得自己干脆有意就掉到水里去算了，跟大自然融到一起算了。真的，那感觉太棒了。第二天呢，我们呢登上李顶，李顶呢就是喀纳斯旁边的一个最高峰。当我们拾着这个木头做成的台阶，一节一节拾级而上，登上李顶的时候，那个感觉，看到下面清清碧碧的一方湖水，就感觉就是神奇般的感觉。然后远处是雪山，然后还可以骑马，真的，这个经历啊，让我终身难忘。我真的第一次感觉到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就感觉到啊，当你到了这样很神奇的地方以后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仙，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有龙的存在。喀纳斯真是一个太美太美的地方，世界级的旅游景点，比瑞士的高山湖泊还要原始，还要神秘，还要美丽。大家想不想去新疆美丽的喀纳斯？想。如果大家
真想的话，我就有个诚意，就是什么呢？在合适的时候，我们泽达的这些学友，我们组织一个旅游团，我们一起去游喀纳斯，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好，掌声请第四位。各位女士们、各位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下午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杨毅是我们的基业长青吗？我们杨毅是我们的企业八成百年老店吗？好，那么下面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分享我自己和我们医院通过不断的学习进步，是单位发展成长这样一个故事。就成功喜悦，我想从中呢来感悟如何通过及时的、不断持续不断的学习，使我们的企业经久不衰，好不好？好。老师讲，学历代表过去，知识代表当前的工作能力，持续的学习进步代表美好的未来。一本《基业长青》的书中也这样讲。他把世界财富500强的企业100年的长盛不衰的做过统计，有35家。他们长盛不衰的原因有3点，其中一家具有梦想精神，第二家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学习进步的能力。那么著名的麦肯锡公司的调查也说明，十年来100家企业，10%的持续进步，10%的苟延残喘，80%的灭亡。那么10%的持续学习不要以什么呢？也是学习成长和进步。那就说明学习成长进步确实是我们企业单位不竭的动力。那么下面呢，我想就是把我们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大概分三个方面。第一，我自己通过努力学习成为了一名医生。第二，通过努力的持续学习进步成为一位优秀的专家。第三呢，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院长。最后要总结几点，就是我们互相勉励大家，通过继续学习来使我们成为百年老店。我的中学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强国的，那是一个倡导读书无用的时代。那么早上起来呢，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星期天也要劳动，因此也没有学习好的成绩。75年高中毕业以后，参加了湖工业学大学的洪流当中。77年高考恢复，接到通知是两个月前才得到通知。那我们在繁忙的劳动之余呢，既然翻翻了一下书以后，头出忙之的进入了高考扩大落选了。后来呢，面对当时的势力，面对艰苦的农村的现实，我抱定决心一定要闯出来。因此呢，在劳动之余呢，大姐中午他们睡下了，我床边又拿着书本，然后呢，到一个背面一个接着一个渠道上去，来回2小时背诵。忙了他们睡下了，我就采油，买了前面有采油灯，熬战，从昼夜熬战5个月。第二年的高考，我不敢考高考了，说刚从个重装上公开考的，想跳出来。第二年重装成功，我成了江苏文微校的一名艺术班的学生，从此开始呢做学生了。没想到呢，第一我知道我是最缺，强最少的一个人。第二个我知道我是将来没有背景和能力，背景和那个金钱去为我安排更好的归宿的，我这又知道努力的学习。因此呢，那么早上5点约着同学睡的时候，我起来留了整天归宿。星期天我拿着书本在外面给我杨先生喝汤，上下4小时归宿。那每一天的考试呢，就不考的那些是公挂难书。同时呢，在我们学校傍年，我买了第一套文革以后的全国音乐高等院校的通编的新教材，我是全校唯一一个卖过的。当年中专忘了，把那个执行忘了，我成为那个学校第一名的学生，毕业了。毕业后到我们院的文微县第一医院，一次讲教室，我们一个班去了8个同学，竞争异常激烈。马上办公室门往外射出，里面是抗争，免得别人打扰。那么图书馆里养病了，我直到公民大学光临院，坚持光临院，在那里抗争。我是讲教室坚持表达不如别人，我只想避开背书。第二天啊，讲4小时、2小时，脱稿往上讲，讲得跟他们一模一样，啊，讲听得更流畅。那这样呢，我在1年以后呢，比这位出色的医生读到江西省人民医院进修。进修期间呢，有两点简单说一下。第一次，我是最年轻的
PS 量最高，代表一大区给我老在少代去进行一次党员，我当小组长，当文职方领着他们，一天晚上一个大科学的病人出来，大出血的病人来了，按照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我向医生汇报，他汇报了，他不高兴，这样你就处理吧，我向汇报有责任，他让我处理，赋予赋予我权利，我去处理，一马上查明清楚，第二天他来说 OK。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彭姓小庄家，那个人全部一起给他钱。我呢，就是刘老师家的共姓的人，哎，他看我不顺眼，经常拿我拿我狼给钱。这一天我下眼棒，就是江棒，那个发烧20天的病人，结果关于他说，明天早上全科你这个发烧病人进行讨论，那关于是鼻炎重病一下，全程都重病，我就下班走了，我带一大堆书啊，扛包钱，背包钱，第二天早上到后面不说。按出来说，你想说，我说这个病人的发烧的可能的原因，由此呢，可能考虑的疾病，相关的鉴别知道，根据预防项的进一步检查治疗，他的一个方向是，他完了以后呢，全场老的庄家小的一次，每个人该放便说话了。那彭主任最后怎么说呢？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那么会议进行结束，到医院以后呢，我在24岁的时候。正好是84年，搞上年轻化、知识化、工业化，我们成为无线电路人民医院的全世界年轻的一个药物副院长。在那里就知道一些比我老的医生、比我学历高的医生，来指导他们这么抗病、这么管理工作。后来我被调到卫生局去，卫生局去当一个一等科长。一等科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上完初中、上完两大的课程，成为一个大专的学生。1999年，我就将这去做科长，到我们院卫生医院当医生。工作4年以后，医院分级管理让我去做分级管理工作，我跟院长提条件，我一年给你分级管理达标，你派我外地进修，他同意好，我组织3个人，有15天时间考察3个市辖医院，考3天，我们医院出来的问题，考3天，他们就是达标的文件，然后制定规划，组织实施，8个人达标，首领达标，获得全省的赞扬，然后我就浩浩荡荡到北京，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在这样进修期间，我一开始呢，我们院校专业知识懂得多，都在上，人们笑话我，好多不懂。2个月以后呢，他们懂得我懂了。4个月以后呢，我们去的时候，等我到后面放假都要报到我前出现了，让我说，他们的意思上次也是说不上的，也让我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我同时呢，还参加了我的在重庆卫在这样进修，他在朝阳医院的呼吸自闭学习班，这中午的时间放了上课。他家现在一样的心血管学习班是晚上4点的钟点，不影响工作。他家现在一样的住院医院，现在一样的一年病会以后，外籍医学会的专题讲座，我是这次上房子想请别人，这次没上房子买个自行车，常年不跑在长安街上，长安街上也不跑这样学习。最后呢，跟他们认识是进修生里面，时间抓的最紧，收获最大，也最忙第一个人啊，这样我就回到医院来了。在医院呢，就是我当了一个科室的主任。当时我们院病人老病，我的那个科呢是一发不休。2000年初，公开医院把我选是公开的上院长。上午说了，我比我主任科主任当选一个人民医院的院长。5年以来历经控制，我们医院从原来的六百个门诊量130个门诊病人，发展到今天8000到1000的门诊量，1天是460个门诊住院病人，年收入原来是700万，快快了3年。我们这个5年以来是01年1060万，01年1400万，02年2600万，03年3500万，04年4000万，过今年我的目标5000万。我们这个人的收入也增加了，是当地最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自己呢天赋也比我们医院评为全省的明星的医院。在刚全市的卫生工作会议，全国的会议上都得是96，我自己也是评为全国优秀院的男性优秀专家，等，还有好多。我自己出版了4本公开发表的，有4项科研成果停止的，有15篇发表小组的论文等等，这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那后来呢，在2013年，我们的医院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困惑，就是医院爆发了，病人多了，我再没发展预计了，我这是他的困惑。他的空管嘛，最后就是到北京大学创建一个 MBA， 这样呢，又美国富士康大学、哈佛大学、还有北大清华人大学教授学习，也让我们好多医院考察一些国内著名的一些成功院的讲座。最后呢，在那个七八桥放了一个卫生技术中心大楼，尝试了全省的4个第一，都得出了那个奖金，取得68个。
还有这是一个就是留学生带来的。那零四年底呢，我们院的发展又有出现问题，而这企业发展的这个生命周期来说，我们进入成熟期，开始呢出现好多这个民族的下降，执行的下降，开始消费化课即将衰退这样一个事情。我一直在看望，这就是人力资源方向一个需求的用，需求越大，更加需要那个创新的东西越多。我想学高这种东西。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啊，这还有一个还有张人民的协调求职的用呢，我们是那个电脑求职的电脑，制作的项目其好像是制度就不是刚这样一个状态。我在寻找，苦苦的寻找，终于呢，通过我们赵强同志，通过我们副总跟这个沈总呢，我们踏上了刘玉明老师我们这一代成功学的金光大道。这点我也有点好多，我们在这个大学大会上有好希望我们去不当的干部，不当的去实践。目前我已经实践了有3点，跟家长说一下。第一，就前天说的人才市场上招人，我们这一次的招人轰动一学院，轰动学生，他们大数百个人围绕着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方法，看到我们医院美好的未来，他们都想到我们医院来。今天我们有这个科学的方法，找到了日用的人才。那天晚上大家还在黄楼的时候，我匆匆离开了。我转去说什么？到天津参加全国百姓关心院的进行交流会议，10多家医院，10多家的大会发言，10多地区只有我们医院一家，中华医疗学管理学会推荐。我站到主席台上，经过烈火中有声以后，抱着麦克，拿着那个台式的麦克风，拿着我的多媒体，康康不康，全国是几录音，大会掌声进行不息。我见到华阳管理学会领导给你高度评价，回来把楼下放给我们院领导，我们市场的区上的领导一看，大家鼓舞。我说这来源于烈火中的用心。你看，我们院的高潮，这能不能的高潮？这高潮，建立了一样的形象啊，展示实力等等。但我们院越人越少，他们好多理由，说抽出了甲方了，正在会跟前头等等等，来可以来不做了。越来越成了这个不免以前印象中的严重一样，苦苦思索怎么办呢？咱们刘玉明老师、沈总书记帮我们建议，绿色经济进行创新。我们呢，想决定就把这个变成了快乐智能蜜水色物。这3月1号、7号，老师3月5号、6号，老师给我们进行企业研修以后，我们3月7号下午给医院的妇女办一个3八节，看咱们收一点杨平江的广告，收一点那个蜜水色物和那个快乐智能的广告。3月8号到上，全院都起来了。现在该说的人、社区的人都来了，大家都起来了。我也不需要创新，没人了，人已经用围不下了。出门是我们一样的热潮，从强制抗疫走向了无为而治。最后呢，我再推荐一下，也是呢，从钱财力量，我获得了大的奖励，那我是成功的。但是呢，我把杨主任放在了过往杨主任的心中。我通过给他们快乐，通过这个使他们健康，给他们家庭和周围带来的快乐和幸福。那我自己呢，也收到他们的心中，因此我觉得我是幸福和快乐的。我再强调一下，任何国家社会经过上百年的挑起，技术经过一条让落幕，知识经济正引领风骚。我知道未来世界的必将是创新与这个文化，那这个创新呢，也是技术。在经过，而让我希望为了我们的企业能长期，为了我们能成为我们的企业百年不衰，让我们跟着刘玉明老师走到了金光大道，快不强劲吧？我相信，只要我们持续进步，我们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我谢谢主持人。有请第五位演讲嘉宾。前面那个郭院长讲的确实特别感人，我在感动之余也感到非常有压力。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9点半，
我可以跟美女在一起。在一起是用手机探讨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是个好消息呢？由这个话题引起了我今天的论题，那就是爱自己，疼自己，就像老鼠爱黑米。为什么是黑米？因为黑米比大米有营养一些。在今年的2005年2月16日，也就大年初六，有一位来自深圳、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很年轻的思想家、演说家，偷偷告诉我一个真理，我认为它是真理，那就是人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快乐。但是他也很残酷，他告诉了我这么一个真理，却没告诉我怎么样去赢得这个快乐。走吧，然后丢下我一个人苦苦的思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苦思冥想，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我先给大家先不说，等一下咱们我给大家先提三个问题，顺着三个问题咱们来这个一块寻求我的答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和那个假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呢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从哪些地方表现出来？比如说他那个走路的时候啊，步履轻快，非常有弹性，说话的时候也铿锵有力，而且身体特别洪亮。哎，他一见李涛的时候，或者是见你们的时候，一见你们他就满脸笑容啊，就是这个不是那种虚伪的笑啊，发自内心的笑容。而且呢，就说是如果说在生活中包括事业中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从容不迫啊，而且镇定自若。而且当你遇上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以从积极向上的方面去引导你，帮助你。你们是喜欢和这种人交往，还是和一个就是碰到就是你碰见你以后满腹牢骚，然后呢就是说话做什么事唯唯诺诺，而且没有勇气承担责任，一见面就发牢骚这样的人，你们是喜欢和哪一种交往的？前者。前者是吧？那么为什么呢？不是我先谈一下我的感受。以前呢，我可能接触就是后者可能比较多，所以说我在很长时间一段啊，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几乎也变成那种人。但是我和前者相较交往，我变成了一个积极向上、非常健康快乐的一个人。这就是好像有那么一句话，好像印度一句话，就是你身在花园中，你身上就有余香。但如果说你要身在WC 中，你就WC 的那种味道。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做前者，因为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会变得健康和快乐，而且我们也可以带给别人健康和快乐。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在生活中哪些人对你们很重要呢？我是这么总结，我认为是父母，首先是自己的亲人，其次是自己的朋友，我指的是那些不是酒肉朋友，是真正那些爱自己、帮助自己、监督我们的亲人，啊，应该是这些人。那么，我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么我想请教大家，就说是，那么作为我们的亲人，他们是希望我们健康快乐，还是希望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思想上丰富，而且呢积极向上，还是？就是一味的我们的父母一味的希望我们做大官，儿子或者女儿去做大官赚大钱。你觉得就是咱们的亲人希望我们是过大种生活？前者同样也是如此。当我们做子女呢，给我们的身边的亲人，无论是父母还是妻子儿女，回报的应该也是这种东西，就平安健康积极向上，是应该是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得出结论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说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就是人活是为了快乐，而这种快乐不仅是自身的快乐，而且应该也同时带给别人快乐。现在就说是我给大家再分享第二步，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才能获得这种快乐。昨天同样是一个思想家，这个哲人告诉我一个道理，第一是保持心境啊，第一是保持心境。以前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就说是也是被我觉得好像刘老师昨天也同时也说过我说我们眼含忧郁，精神这个心境也受到破坏，确实如此，但现在
2004年10月份左右以后可能就是这样啊。就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要做事，你先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咱们既然在这个社会中生存，那么肯定要面临很多的打击、困难和挫折，甚至误解，甚至侮辱啊，什么都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不能去改变世界，我们唯一能够保护的只有我们自己，那就是保护心境，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如果说要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必须得有一颗感恩的心，就是点点滴滴的体会生活中的啊，也就是用心去体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那种美好、真善美，体现那种东西，用那种东西来充实自己，啊，而且借用这种力量，强大力量去排斥一些不好的东西，这是我感觉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就感觉到，就是人呢，无欲则刚。人呢，获得财富、获得快乐，有这种几种形式：一种去从外界去获得，昨天廖姐也谈到了；还有一种从内心去寻找，从内心去寻找这个东西。内心去寻找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你们看到过，就是那个，你们听到过这个故事吧？一个小孩在沙上，在那个拿沙子堆城堡，他一个人在那，然后呢，刚堆好，一阵浪过来，把他吹没了，无所谓，再堆。啊，又吹没了，说不定第三次堆起来城堡比前两次都好。可是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步？而且呢，他不哀怨，他也不怨，他也不发火，啊，他也不伤心。很简单，他没有多少需求，他喜欢这个事情，他就去做了，啊，他不在乎别人怎么去评价他，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谈到的，无论是财富还是内心的一种需求，一个是从外界寻找，一个就是减少自身内心的欲望，就这样。这三天呢，我感觉和大家处在一起特别快乐。我感到我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的，以特别纯净的心对待大家。同时，我做到了第二点，我一点一滴的从大家那个眼神和方方面面感受到一种人间的那种很纯净的感情。就像今天陈小玲说，她丈夫看她那个眼神一样的，我感觉到很多东西。最后，我告诉大家，我爱你们，你们走了以后，我会想你们。就像老鼠爱大米，同时我要忠告大家，爱自己，疼自己，就像老鼠爱黑米。谢谢。好，谢谢各位。大家好，是许碧君。10月18号参加浙大公司和刘老师的第一堂课，是关于资金力的课程。到今天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工作上、事业上，甚至是身体状况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回顾这近半年的学习过程，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深深的一种感恩的心啊，在心里面涌动。我还记得当时潜能开发在微乐花园的时候，就是元月7号，就是第一天下午。下课间隙啊，我下去上厕所，几个同学在那聊，那发了两句感慨。我说：“哎，我现在才发现，我怎么以前，我怎么不懂东西长那么多？”这是第一句啊。第二句是啥呢？我说啊，这个课我没听懂罢了。我听到之后啊，不要说3800了，38000我就上。这是我当时发出了两声感慨啊。昨天呢，我师兄打电话，就是那边公司开起来是比较麻烦，也是比较多。他说，请示这，请示那。我当时说，我说我教你一个绝招。我说你把你参加潜能开发那些笔记啊，我去好好看一看，想一想，你所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潜能开发过程中，老师讲了一个就影响的命运有5种因素。第一个是命，第二个是运，第三个是风水，第四是德，第五是礼，是吧？我这个人呢，就是命不太好，因为生在四川那个偏远的小山村，但是我的运真的很好。我的运来自哪儿？第一个来自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文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她有朴素的理念，就是说我没上过学，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子多上点学。所以当时呢，就是我妈说，她就说我砸锅卖铁，她说了句非常伤心的话，就说哪怕是卖血，我儿子上没上学，我要让他上。就是我母亲一个比较朴素的一句话，然后这句话我们是朴素的影响了我们整个家庭，我们整个家族啊，现在非常好，
就是我们三兄弟呢，就是都上了高中以上的，就说那个学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事业发展非常好。我哥的话就是可能在前两年吧，已经步入了资产百万的行列。我弟也不错，我呢就是现在发展稍微差一点，但是呢现在发展比较快。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呢是我的母亲，但是我第二个呢就是老师讲了一个啥呢，就是说运就是运气，就是气运的意思，就是说用气把你运到什么地方。然后我觉得我第二个最大的运就来自于我的朋友，就是一个马明月，就是我现在的销售经理。第二个是张东彪，就是我的朋友。再一个就是这家公司的我的成功助理张斌先生，是他们吧，就是在微当中把我引进了这个泽达这个成功课堂。我真的感谢他们，我非常感谢他们，谢谢张斌。比较激动的，其实讲到这儿。然后下来呢，就是我有一个，我觉得师者啊，有一句话叫“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觉得一般老师啊，教给我们就说授人以鱼，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然后我觉得他既教给我们很多书本上没有知识，最主要是教会了我们一种终身操练的方法。下面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的进步啊。第二就是我做了梦想版，我设定了我人生当中的十大有机目标。我把前两条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是我在我八年以后，就是我四十岁的时候，我要拥有我自己的企业集团，然后我的资产负债达到1000万元以上，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我要不断的学习，超强进步，然后成为像刘玉淼老师这样的演说家，去影响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人。